大家好，我是如哥，欢迎回来到我们的 Jump 全新集结，好不好？那最近刚开服之后呢，其实有一只角色，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很喜欢玩的，那就是佐助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呢，之前有尝试过一套，就是半坦流啊。我现在呢，就来演示给各位看一下半坦流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出完穿透装之后呢，再来一个燃烧手套，燃烧手套完之后呢，再来配一个冰霜手套，就是让对手直接一个冰火五重天啊。然后呢，最后再配上一个类似像王者之剑的，再来个复活甲，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我们上去呢，就是有坦度以外，再来给对面一顿暴打。那我目前排位呢，达到的是这个激斗达人三啊，我们就直接在排位上面演示好了。OK， 出发。那我们要先带什么？900块，我们鞋子要900。我们这一把直接先上这个斧头好了，鞋子先不要。对，反正我们也出来 gank 炸到直接先炸嘛，对不对？移动速度倒还好。来呀、啊，速度！我们等一下直接上去 gank 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小野怪往上撸，然后上路有办法 gank 吗？我们现在没有蓝 buff。最も強い願い、大切な思いを弱くす。好，暂且先这样，然后接着往下路带吧。Come on, let's go。治疗先吃一下，回个魔。Bang bang bang！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哇，对方还想先蹲我们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不是 ？OK， 这里。我操！等下那个死天羽龙，他妈的太痛了吧！快走快走，我们拿到一个人头，见好就收。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很猛啊，但是为什么我都捡不到头啊？三助攻想怎样啊？怎么这么样子？看我在做白工哎、欸，这都爽到对谁？爽到队友啊 ！OK， 这条骷髅怪应该可以打吧？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 佐助等一下会来拿蓝 buff。就是这么凶狠。牙没呆。操你妈小逼崽子，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那个悟空可要。下一件装备就是朝着我们的燃烧手套，又闪电又火焰又冰冻的，是不是直接让对方尝尽这个人生的酸甜苦辣。Enemy Rampage。到底为什么头都被队友剪掉？我操你的！他到底在皮什么？我们家中物伤害很高嘞，我剪头嘞！快快快！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Come on, let's go. 冰霜手套有啦，火加冰啊。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我这个大招炸进去，他们直接人都没了。OK， 回头再来拿个小野怪，舒服。亚美。亚美，好、
队友要吃骷髅怪，快点快点，好的。 An ally has been slain. Go go go. 最も強いな。大切な思いを言わず。今の俺は雷すらも手なずける。我一发麒麟下去，他们直接变憨憨了。啊！雷梅毒，是的 ，Hello。Ace， 我超凶哎、欸！哇 ，Bang！ Executed。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哇，超扯！我们这个伤害。飞来飞去的。OK， 我们下一件装备。哇，我们的王者之剑也出来了。哦，那真的是有点凶了。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啊，我的野怪。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我的野怪怎么都不见了？这一发下去不得了，一波兵。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哎呀，都点我的头，操你妈的！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Monster kill. Boom. OK， 接近完美啊！我们这个半坦流。Victory. 好像没有让你们看到太多的这个半坦流玩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出装也是很强的，又坦又痛，有没有？上去就是一顿贴一顿暴打，那我们这一把呢也是成功拿到了一个 MVP， 舒服哦，还不错吧，是不是？这个排位其实没有那么难打。那接下来呢，我会尽量推荐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好上手拿来爬分的英雄，好不好 ？OK， 那今天的影片呢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拜拜。Jack it up.